咱阁邀请徐理事长要讲话无？徐理事长，台湾徛住啊，好，啊，大家掌声不拍一下。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刚刚说要我来讲话，好像有点拒绝，可是到头来哈、哦，我想我好像不讲又不行，因为林荣森理事长讲说这个关系非常的复杂，我想我们还是要稍微标一下，我想我跟他的关系啊、哦、会更复杂一点，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呢，我拿麦克风是主要是跟各位报告，不是致辞啊，所以特别强调一下，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怎么说呢？因为我的二女儿结婚哈，也是跟曾老师跟了十几年，那我也跟了十几年。那这个十几年里面哈，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各位一定要相信，非常辛苦，因为每个礼拜天的晚上要上课，所以你只好一定要上课。那你十几年下来的礼拜天晚上几乎都会和曾老师在一起。那这个所谓的为什么说要跟各位报告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呈现出来的作品通通都是写生的作品，我们看到挂在墙上的平面作品其实是所有的同学爬到山上去，走到溪底啊，越到非常非常辛苦的烈日当空这样的情况之下完成了现在所看到这样的面貌。所以在这边跟提出来跟大家，主要是让大家有一点感受，大家一同来分享他们的辛苦的成果。我们从南部一直到北部到了东部，去的地方都非常的远，所有美景的漂亮的地方都是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所以们你想想如果说在三林溪这个忘忧森林，它上坡路段要走半个小时，非常陡的路段，然后我们的同学呢都要背着很重的画架上山，车子是不能上去的哦。那还有我们像我们走白杨步道也要走半个小时以上，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要用很大的体力。所以我们在这边跟报告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辛苦一面啊，一方面呢也是说能够在这里也给大家他们一种鼓励。刚刚我听我们林荣森理事长说二十年前他就学过画，结果他有点点逃避了，但是我想还好哦，我刚刚才想到说说他你们来多少吼，你们来阿伯吼来讲讲吼，我对十几年也无回头，刚才吼我理事长是对二十年无回头，刚才有判啦吼，所以我伫遮是安尼讲，爱过来个麦克风是要大家分享一下吼，同时也是说也做一个报告，让大家知道说真的画这张图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刘理事长。报告嘛好吼，面临嘛好吼，伊所讲的完全是确实的面的代志。我爱过一项爱甲，特别爱甲刘理事长讲感谢，就是，阮有足济要去写生的店吼。无真清楚，当阮若讲要来打，伊即个要去诶时间诶头前，伊足侪个拢家己吼，家己先去走一撮，看讲路况好无，水无吼，即、這个部分我爱特别甲伊感谢，因为伊特别迄、那个辛苦吼加倍啦吼，是毋是咱春风，还是讲咱台场诶贵宾吼，甲阮刘理事长特别甲伊感谢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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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无，因为互咱徛真久吼，无邀请贵宾讲话就讲到这，安尼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指导老师来致辞。我想今天最高兴的，除了我们所有的会的参加展览的会员之外，还有我们的贵宾，另外应该是最辛苦也最高兴的是我们的曾老师。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曾老师给大家说话。过一次感谢咱在场的贵宾，感谢你，谢谢。我有一项代志吼，直接决定爱甲咱讲抱歉，因为我所在咱现场吼有足济咱陈峰的朋友吼，已经走去宏源看一届啊，今年安排了无真好势，是伫甲文化中心咧敲档期的时阵吼，因为伊遐我所在伊不管二楼还是四楼的迄个展览室吼，要放只图放袂落，所以只好就放伫文化中心的大厅。啊，大厅放落去，之前嘛有经验，就是放落了，已经无空间好他个来办开幕式还是茶会，所以就无安尼做。变做咱伫这个第二栋，今仔日再来伫布坊农会里家来办这个茶会。真侪朋友拢走一逝去。第一，算讲，迄、那个我咧讲无办茶会这个代志吼，算讲，还过一个真大诶做无到诶，就是讲参签名都无吼。真侪朋友去讲奇怪，参签名都无。咱咧看电影，咱去当然会甲即个单位，也是讲即个画家，吼，互伊知影讲咱有来嘛。即人搞是上界大诶礼吼。这个部分我安尼真介绍吼，因为甲文化中心咧讲的时阵，伊是讲大厅的时阵，足侪囡仔要去图书馆，拢会都面顶甲你画图，往白算啦。算讲都因个服务台迄个所在，因咧办代志，伊不爱放放迄个叫做签名的迄个问题吼，所以尾后就做咱因为不做这个代志吼。伫这项代志顶面，我特别甲咱。在场的朋友吼，讲歹势吼，今日非常感谢恁今日的莅临吼，我安尼是不是伫最后先讲一下吼，咱头拄无介绍着吼，迄个咱家己陈峰的画会的会员是不是举手一下？所有陈峰画会的会员举手一下吼，谢谢贵宾，恁的光临，恁的指导哈，恁的鼓励，感谢恁，谢谢，阮前会长，庄会长，还是都介绍好着哦。阮的前会长，谢谢。安尼，好，就是。好，在我说里程之前呢，我们的会员请自动的往这个地方集中哈，要拍合照。那麻烦我们的贵宾跟我们一起合照。那我们所有的来。参加的朋友们呢，请稍等我们一下下，然后我们的茶会马上要开始哈。好，李成。